北的基隆港，现在台北更近的一个港叫台北港，在巴黎那边。那巴黎港目前我好像就后进出不是那么多，但是人员的进出好像多一点，因为小三通他们要去那边。仓库后面有门打开，你们看到玻璃门，那门打开就有小船靠岸，从这边卸货卸下，好船再走，好装货之后再走。好，这些单结束之后，这个经济的发展，发明一样东西叫做货柜。旁边是港口，所以各位你看这里一排的仓库用意就在这边。有段时间仓库拆掉做别的用途，然后呢剩的就是现在的这个观光用。然后来有人建议说，其实这里蛮有味道的，其实是不是可以做别的用途？后来慢慢发展观光，来这边，所以把这仓库里面把它整理整理来弄成什么咖啡馆，整理整理来卖一些红米啊、给纪念品，整理整理来做一些音乐盒、手工的东西。这里是一个，对，这里就变成一个观光点。好，那后来呢，这个又因为一部电影的关系，以前叫《情书》，李多田他唱的那个。又红了，对啊，就这边，哎，好，先上万米看一下，喜欢下午，好，好，下午，第二个是吃饭啊，那第一是稍微动一下，就看一下这个好，那我们马上。市政府认证，它有超过80年、100年以上的这个人力车。这个运河后面是不是这个仓库后面有门打开？你看到玻璃门，那门打开就有小船靠岸，从这边卸货卸下，船再走，好装货之后。到了。
美国了。是那个，你知道吗？不要。